被称为闺蜜版苏大强的范玮琪，做过多少坑闺蜜的事，细思恐极。范玮琪在圈内的口碑非常不好，因为她以前办过很多坑闺蜜的事，表面和别人关系不错，但背后可不是这样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朋友的私事我们都不应该宣传，可是范玮琪不一样，不能确定的事都往外说，更何况是明星的事。在外界猜测梁静茹与丈夫离婚的时候，梁静茹本人还没有回应，范玮琪却跳了出来，两年前就听说了。随后梁静茹的经纪公司回应说没有离婚，这让范玮琪很打脸了。那段时间粉丝对范玮琪的行为非常不满，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仗义还是给所有的好朋友插刀呢。